克林堡本来就是15天48分，由台中部开往高雄到彰化第754次，经由安徽县莒光列车，本列车19:09到高雄站，22:28到新店彰化站。台中站开车之后，沿途停靠三个资本太麻里、金轮东西到东寮里面、南州潮州、北东九曲塘、凤山、高雄、新竹营、冈山、台南、永康、三化、新营、嘉义、斗南、斗六、二水、田中、北里、彰化等站。处理旅途愉快。下一个停靠站是康文路站。车厢的排水机卫生纸杯，有些客厅就是取用。